何心意，你的饭饭有这么多，很多饭饭，啊，老板在给你煮哦。连妈妈的饭饭也都捡起来了，很对呀、啊，因为你是 VIP 呀、啊。那你在吃什么？你在吃糖果？你在吃糖果？等一下吃得下吗？哦，你刚给我那个档案太大了，要传好久。所以你的相机设定画素是设定很高的。对啊，看看感觉好看啊。我都设定 720p 就够了。因为你设定 1080p 要传太久了。对。如果是用手机看哈，用手机看的话其实都还好。硬硬在吃饭了，你等一下要吃火锅吗？哦，炒菜里面拿出来看一看，因为我传的量太大了，闹不不。哇，你已经在吃了耶！哇，你看这个小孩，连白饭都吃得这么好吃啊！当吃啊，吃白饭都很好吃啊！哇，又要长高了耶！好像乖乖都没有吃。Okay.